庭正规的这个节目《昆仑决》，那你自由搏这个比赛，只有红方的正规选手。我是现场解说，我是蔡志贤。你开始啊？对，这是让扣子中拳了，这直接塞进去了。有他的戏服啊，这个杨洋的一个风格，但是他的脸孔跟身材是不同。说话是要冰冷的，这个徐柱啊，今天也就不客气了啊。对对对，扣子中拳打得非常好。这个打的一击啊，非常的重，直接往前冲。乌克兰选手，大家好。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在第二个不应该后退啊，要积极的抢攻，迎击，对，直接的往前就对了，对，是的，直接往前，要小心对方的膝撞，其实不抢。下巴踢得很准啊，这是一个大摆拳，打得蛮准的，好像是帮乌克兰选手加油。接完这个球把他上手，哎呀很重，可是很奇怪，这个乌克兰控制住了，下巴不过按了徐主任几下的一个后手球的晃，但是呢